这是一个智能化颠覆传统的时代，全世界都在悄然改变，出行方式也不例外。我们飞轮威尔正在引领这场出行变革，用我们的技术撬动万亿级市场。创立于智能化浪潮时代的飞轮威尔，由一群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工程师组建，于2012年正式立项智能出行项目，以智能自平衡独轮车为爆款切入点，主打时尚便捷、环保智能概念，迎合90后、00后等新时代人群需求，用极致的工业产品设计思维，融合互联网不断创新，用5年时间打造个人智能出行生态圈。飞轮威尔的核心技术是航空平衡控制技术，我们会把这种技术植入到独轮车、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汽车、飞行器，甚至于机器人当中，再融合物联网与云计算，让出行变得更加有效以及安全。飞轮威尔已投放市场3大系列，共5款车型，每款车型配备手机 APP 控制技术、云计算，可实现云更新程序和移动互联网社交。飞轮威尔现已布局国内经销网点200余个，出口50多个国家，并在创始之初就以国际化视野，分别在郑州、深圳、香港组建3大研发运营中心，在深圳拥有现代化标准生产车间一套，日峰值可达1000台，秉持质量就是生命的生产要求，刷新着中国制造，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。The new generation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 is here. In this demanding age, we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. Here at FWIL, our core idea is to combine cutting-edge technology and modern design. 飞轮威尔拥有核心专利10项，智能出行领域技术超前3年，具有无可替代的品牌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。飞轮威尔是环球时报、德国第一电视台 RTL 等国内外知名媒体专访品牌，是国际马拉松长期战略合作伙伴。为了储备技术人才，增强研发实力，飞轮威尔与著名学府黄河科技大学联合成立智能硬件产业研发平台，集产学研为一体，院士教授参与的综合性科研基地。飞轮威尔让出行变得更简单、更绿色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。